肉肉，我好几天都没有吃鸡了，今天你一定要带我吃鸡哦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别老是坑我呀，我肯定能带你吃鸡。知道了，咱们赶紧去找装备吧，走。小手枪呀，算了，还是先去机械库吧。今天这个装备很不错，而且我看地图上海燕和肉肉也没有在一起。现在我要去赶紧找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各个击破。找了半天就找了这么一个小手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去找肉肉吧。哟，这不是肉肉吗？就一把小手枪呀。那又怎么样，一把小手枪我照样赢你。那就看看你今天能不能赢得了我。没想到今天这么快就遇到美丽了，这海燕怎么还不过来支援我呀，真是坑队友。肉肉就一把小手枪，肯定打不过美丽，看来由我出手了。美丽，看我的送到手雷。肉肉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海燕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咱们赶紧进圈吧，走走。欢迎关注苹果连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